我们都很冷静，就你太激动了嘛。拜托，我们都慢慢来，就你在那里很急。拜托，就你太激动了，叫你冷静一点。不然你平常心跳是都100啊。你手表借我过两下。什么？你就放，你放上去，你就可以量你心跳了。对啊，不是吗？过两下就好了。啊、你现在太激动了，不行啊。为什么不行？你现在就100多了。为什么不行？你现在心跳都200了。为什么不行？你现在太激动了。激你个大啦，激在家啦，激。哎、啊，你不是没有买东西，怎么买那么多？哦，一包而已，哪个多？你要买这个要干嘛？这不是去韩国，应该是去韩国买回来，不是在这里买。